曹雪芹、明瞻、字梦远，雪芹是他的别号，又号芹谱、芹溪，大约生于康熙54年，卒于乾隆27年除夕。曹家在康熙朝盛极一时，曹玺、曹仁和他的伯父曹融、父亲曹府等任职江宁织造一职，前后达60多年。曹仁公私能词，又是个有名的藏书家，著名的《全唐诗》就是他主持刻印的了。曹雪芹就是在这种繁盛荣华而又充满书香气的家境中，度过了他到13岁为止的少年时代。雍正即位之后，曹府被查办革职，抄没家产，曹家全部迁回北京之后，曹雪芹曾经在一所学堂当差，境遇老道，成日要靠卖画才可以维持生活。他最后流落到北京西郊的一个小山村，生活困顿。乾隆26年秋天，他唯一的爱子夭亡，没几耐他亦都含恨谢世，只是留下一位新娶没几耐的继妻和一部未完的书稿。《红楼梦》第一回记述说，曹雪芹于杜洪轩中被阅十载，增删5次。他去世的时候，全书只是完成前面的80回和后面的一些残稿。小说一开始的10多回写林黛玉初入荣国府的见闻，写宁国府为秦可卿出殡时的声势，写元春选妃、省亲，好像缓缓拉近的长焦镜头一样，层层推进地表现出贾府特殊的社会地位和令人目然的富贵豪车。但是就在这个烈火烹油、鲜花着锦的繁华景象中，透出了他不可挽救的衰败气息。钱财方面，坐吃山空，内囊渐进；而人才方面的凋零，则是贾府衰败的真正原因。贾府的男性或炼丹求仙，或好色淫乱，或安享尊荣，或迂腐僵化。贾宝玉是《红楼梦》的核心人物，在他身上应该有着作者早年生活的影子，但是亦都渗透了他在后来的经历中对社会和人生的思考。在贾宝玉身上集中体现了小说的核心主题，新的人生追求和传统价值观的冲突，以及这种追求不可实现的痛苦。小说的第一回，作者亦都似乎有意识地运用一个神话模式作为小说的框架。作者以女娲补天神话为象征，女娲炼石补天的时候剩下的一块石头，时间耐了，有了灵性，就因为自己不可以有补天之用而日夜悲号，一增一度将它化为一块美玉，就是后来贾宝玉出世的时候口中所含的通灵宝玉，亦都即是宝玉本人。这个神话故事揭示了贾宝玉这个形象的本质特征，他是一个具有良才美质的废物，这似乎有点矛盾，但是事实就是这样了。他聪明过人，但是就厌恶读书，他是母亲眼中的命根，但是就是父亲眼中的逆子，他和大观园中的女孩们如胶似漆，但是对母亲就没什么好感，对秦钟他一见如故，但是就是贾雨村和陆蠢。总之，凡是沾了利禄之气的人或物，都遭到他的蔑视和抛弃，因而他就成为了他的私礼沾英之俗的废物，也都成为了社会政治结构的废物。贾宝玉就将他的全部热情灌注在一群年轻女性的身上，他是一个天生的情种，一岁的时候找周，那世上所有之物摆了无数，他一概不取，伸手只是拎啲脂粉叉还。7、8岁的时候，他就会说，女儿是水作的骨肉，男人是泥作的骨肉，我见了女儿我便清爽，见了男子便觉俗臭逼人。更有一句因为林黛玉而起，对紫娟所讲的说话，活着咱们一处活着，不活着咱们一处化灰化烟，如何？在贾宝玉看来，爱情已经成为了生命的唯一意义。在《红楼梦》中，宝黛两人既有一层表兄妹的现实关系，更有一层木石前盟的神话结构中的前身相爱关系。在现实关系中，他们的爱情是因为长年以鬓厮磨而形成，又因为彼此知己而日益加深的。但是这种爱情注定是不能够实现两性的结合，因为在象征的关系上已经规定了他们的爱情只是生命的美感和没有意义人生的意义。包括黛玉在内的青年女性寄托着作者的感情和人生理想，
但是他们在小说中没有一例外地走向毁灭，有些被这个腐败没落的贵族之家所吞噬，有些随着这个家庭的衰亡而沦落。由女儿们所维系着的唯一净土也都不可以为现实世界所用，所以《红楼梦》始终都是一个永远没办法实现的梦。高鄂所续的后四十回给人的感觉是收束有些急促，显得变故迭起，一片惊惶。语言文字上也都相对逊色，不过从总体上来看，后四十回都是保持了原作的悲剧气氛，这样是难能可贵的。后四十回中写得最好的是宝玉被骗和宝钗成婚，同时黛玉含恨而死的情节，在很大程度上感动了很多读者，以致有怀疑可能是曹雪芹的原稿。《红楼梦》在艺术上达到了中国小说前所未有的成就。从《红楼梦》前八十回看，这部作品的结构已经突破了原来章回长篇小说的模式，它以贾、林、薛、史四个人的情感纠葛为中心线索，以他们生活的大观园为主要舞台，以贾、王、史、薛四大家族的兴衰为社会背景，组织一个庞大的叙事结构。而这个结构据原作推测又放在一个巨大的神话叙事结构中，贾、林、薛、史等人从晴天幻海而来，终将回归仙境。《红楼梦》最值得称道的是人物形象的塑造。在《红楼梦》的主要人物中引人注目的，首先就是王熙凤了。作为荣国府的管家奶奶，她是《红楼梦》女性人物中和男性的世界关联最多的人物。她体格风骚，玲珑洒脱，机智权变，心狠手辣。她貌似精明强干，在支撑贾府勉强运转的背后，她挖空心思地为个人获取利益，放纵而又不露声色地享受人生，持发月银用来放高利贷，私了官司以谋取暴利，而借机敲诈更加是他的拿手好戏，连丈夫贾琏都不放过。因此作者将加速贾府沦亡的过错有意无意地集中到了他身上，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王熙凤在《红楼梦》中无疑是写得最复杂、最有生气、最新鲜的人物。薛宝钗的精明能干不下于王熙凤，但是她温良贤淑，所以她的言行举止就显得委婉内敛。她很有现实的处世原则，能够处处考虑自己的利益，但是她同样有少女情怀，有对于宝玉的真实感情。但是她和宝玉的婚姻最终却成了一种有名无实的结合，作为一个典型的淑女，她也都没获得幸福。林黛玉是一个情感化的诗化的人物，她的现实性格聪慧伶俐，由于寄人篱下有时显得尖刻。另一方面，正因为她是诗化的，她的聪慧和才能也都突出地表现在文艺方面。在诗意的生涯中，和宝玉彼此以纯正的情来浇灌对方，就是她的人生理想。作为小说中人生之美的最高寄托，黛玉就是一个这么弱不禁风的病美人，也都啱啱好象征美在现实环境中的病态和脆弱。值得注意的是，《红楼梦》不单止写出了林黛玉、薛宝钗、史湘云、贾探春以及女尼妙玉这样的一群上层的女性，还以深刻的同情精心刻画晴雯、香菱、鸳鸯等婢女的美好形象，写出她们在低贱的地位中为维护自己作为人的自由和尊严的艰难努力。晴雯拥抱着金球，少狮子扇，粉记指甲，鸳鸯以死怒拒假世的淫威等等，都被人以美好和光明的希望。贾府中的男性好像贾赦、贾珍、贾琏、贾蓉等等，大多数都是道德堕落，行止不端。他们享受着家族的荣华，是一群对财色贪得无厌的寄生虫。刘姥姥在《红楼梦》中，尤其在后半部分，基本上就成为了重要人物。这位乡间老妇本来就是深于世故，以装痴弄傻的表演供贾母等人取乐。然而这个出场的时候极似戏曲中丑角的人物，后来却成为了巧姐的救命恩人。她可笑可怜却又可敬，人性含蕴十分之丰富，在她的身上表现了曹雪芹对下层人物的理解。《红楼梦》的语言既是成熟的白话，又简洁
而略显文雅，或明朗或暗示，描写人情物象准确有力。他的对话部分又可以切合人物的身份、教养、性格以及特定场合中的心情，活灵活现，令到读者似闻其声，似见其人。《红楼梦》是一部具有历史深度的社会批判意义的爱情小说，它颠覆了封建时代的价值观念，将人的情感生活的满足放到了最高的地位上，用受社会污染较少、较富于人性之美的青年女性来否定作为社会中坚力量的士大夫阶层，从而表现出对自由的生活的渴望。